先跟小屁待一晚，我特别来找小屁的，你要不要来奥塔门口？我们前世姻缘相会一下，就像牛郎与织女那样的。哎、欸，靠，小屁来了，来。来，我们去奥塔入口找小屁啊！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骑马仔的威能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找他来找他奥塔？因为他等级不够，不能进支配者，我们只能在这个跨服跟他玩一下。哦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看到铁熊哥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化身为紫变的小屁的强度。哎，不跟我组队，组队吧？不会。哎，小屁，你打我不掉血，你这样子。再续前世姻缘，小屁，让你满血。好啦，我帮你补一下啦，我对你最好了。好喽，我要出手喽，我要出手喽，小屁，你抛弃我是个错误的选择。我没有欺负小屁啊，我连鲨鱼哥都欺负啊，我何止欺负小屁？哎，这就是不掉血的感觉啊，我懂了。打分手炮，共三笑。那我们这时候偷偷给他一个污水，再来看前期屁会怎样呢？我也只能欺负吴克仔了，不要砍我，不要砍我，不要砍我，我来这边转机一天而已。我上次把大冬天玩死，他们要砍死我。我们来偷偷看小屁，在我的狂袭之下几秒会死。来，小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哎靠，小屁活了，他活了四秒。看小屁打我会痛哎，其实会掉血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就是换植物了。谁说他没伤害的？到底谁说他没伤害的？小屁，轻一点啊，轻一点啊！我如果在你面前被打死，我应该很丢脸。我要死，我要死！小屁，你要打死我了！小屁，不要！小屁，等等，不能打死我，不要打死我，我不想洗魔。我好想要一个紫变，小屁都能有紫变了，百姓还紫变紫娃，我快受不了了！不要打我，我要洗魔了！不要让我洗魔，我这只不怕死，但是我怕死掉之后要洗魔。我发觉灵魂屏障学完之后，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啊！我目前真的以后你们问我200万技能要不要换灵魂屏障，我一定跟你们说千万不要换啊！我靠，这一个瞬间暴血太痛了！这台服这么多顶红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啊！我觉得自己有够可悲的。鲨鱼哥说他准备一下，我们给鲨鱼哥准备一下，等我把水喝满之后，我们直接跟鲨鱼开杠，不讲武德啊，技能全开，开喷鲨鱼。没伤到精准，也没伤到污水，直接开喷鲨鱼！我靠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，这样还可以晕我？你还可以晕我的吗？靠，我打不赢他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上不到他精准，他等级是不是跟我差很多啊？在小屁面前不能漏气啊！再一次，干上不到他精准，有点硬。上到冲晕了，但是没有精准。鲨鱼哥，你飞一下好吗？鲨鱼哥，我要输了，再打一次啊！我真的打不赢他，就不要让我污水到你，就不要让我污水到了哈，污水到你了哈！干，你这个晕有点久，你这个晕太久了，你这个晕不科学，反晕，不要，妈冲晕，让我晕一下，让我晕到你，晕不到。先飞，你不要让我洗魔，在你面前被打死，我应该很丢脸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宣布无条件追杀大法官与铁熊。